们 Titanga 跟新竹，所以我很开心跟他们，因为他们去年是打冠军赛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机会，我们可以跟他们打，然后看我们的实力。对，虽然称不上全员到齐，但这次参赛的队伍也算是让所有的新秀精锐进出。而球迷们最爱谈论究竟谁才是台湾最强联盟的这个话题，或许也可以在这